下面有个有趣的问题，说一个学医科的同学嘛，说这个太空人啊会不会生病，如果他生病了会生什么病，怎么处理。在地面上，实际上他们在天上所有的情况，他的心脏的工作正常啊，都是地面有非常严密的监视的，有了异常啊，就是可以的。当然呢，不可能带几个医生去，但是地面呢都是有的。另外，大伙儿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情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啊。大伙就知道我们神舟12号、13号都在准备着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怕万一有紧急情况要回来的时候，神舟12号没完成任务，13号马上就上去准备了。总之是保航天员的安全是我们最高的使命，采取了各种措施。以后谁想当航天员，这点你放心，没问题。